我把这些个板子都已经拉回来了，我现在要开始组装了。刚才那个师傅真好啊，都说了不要钱了，不要钱了，这种活怎么你一个女的干呀？哎，我说我们家就是女汉子干活呢，没事。师傅好心疼我，说不要钱了，不要钱了，我就帮你裁好就行了。反正白让师傅干那么长时间，所以我给个师傅30块钱，师傅很高兴。我说您去买回烟吧，我也不吃烟，所以没办法给您带烟。那个，我现在要开始组装了，把这些边边角角的这个裁割下来的，我要把它都对上去。电话是这边的。我这个都提前量好了，所以裁割下来，也都很好的往上装，都有编号，1号、2号、3号，我按着编号把它全部像装积木似的垒进去就好了。这个切割啊，说白了，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个切割机确实不行。因为你这个还得有工作台呀什么的，你看我刚才去师傅那儿，人家是正规的工作台啊，而且是用了3种锯子啊，3种不同的锯子才帮我把这些都切割好，所以我买的那个锯子不好使啊，我已经退回厂家了。好了，我现在把这个严丝合缝的装进去。严丝合缝的好了，成功了。